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四零四题啊，四零四题基本上哦，那个它的第四类部分啊，基本上的话，第四类哦，这个题目呢，考试都是20分嘛，所以其实习惯上哦，建议都是先从那个第四类开始做，会比较怎么讲？那个做这个是最划算的，而且呢，题目也非，我是觉得哦。 理论上感觉应该是两倍困难，但是好像感觉没有，是感觉变两倍简单，也没有到两倍简单哦。就是相对比较简，像以这一题来看哦，它意思就是说呢，输入一个正整数哦，或者是零，然后必须把它翻转输出，比如说你输出什么32836，反正类似像这种数字，然后把它翻转之后的话再输出，哎，翻转之后再输出，那其实非常简单。 如果会写的话哦，程式只要3行就写完了，3行程式就写完了。怎么说呢？哈，比如说我今天呢，假如输入什么呢？32831283好了，那基本上呢，它的位置是0到多少？0到4嘛。那只要把4换到0就好了，那不就颠倒了？也就是说呢，甚至哦。 比刚刚那个累加还要更简单，因为累加还要转型嘛。那这一题呢，完全不需要，直接把什么呢？把顺序颠倒再输出就好了。OK 哈，所以呢，其实程式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就只有3行就完成了，就上面这3行。哦，输出给各位看一下啊，第一个哦，假设我今天输入98765， 好了，Enter 5679颠倒过来了，有没有？那程式该如何写？第一个当然怎么样？ 反向回圈有没有？那反向回圈如何写？一定是负一嘛。所以哦，假设我今天输入了一个98765的字串，放在 A 对不对？那它基本上哦，它的顺序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从0到4啊，0的话就指的是9，0到4。那我输出的话刚好把什么改成4到9，再分别一个一个的帮我输出的话，那这样不就可以完成我要的结果了？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，可是要怎么样刚好本来是0到4的，现在变成4到0，哎，那这个逻辑大概这样。所以 for i in range，OK， for i in range 最关键就在这里了，刮胡啊，没有？那特别注意哦，我怎么知道哦，它的4应该怎么？当然你不能直接打4啦，因为未来这个字数的长度一定是不确定的。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？用 len，len a 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算出来嘛，它总共5个字，5个字的话，可是问题哦，我要从4开，因为总编号麻烦就从0开始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，再把它减一，也就从4开始，逗点到多少？到0嘛，啊，到0的话呢，你不能说这边输入0嘛，你要0的下一个数字。 有没有下一个的话负一的吧？逗点，那要反向，需要输入多少？哎，对，负一啊，对不对？其实都可以理解的嘛。然后呢，冒号，然后 print 什么了？print 那个 a 有没有中括弧第几个？第 i 个不就好了？那这样输出给各位看一下哦。其实基本上程式已经快写好了。 3行程式，啊，不过执行的话啦，当然你会发现哦，有个问题， 98765 Enter， 哎，变成什么5679，啊，变成怎么样？它有换行，哎，我前面讲过，如果要把换行拿掉的话，还记得吧？哦，就是在这个后面 print， 因为 print 本身会带个 Enter 嘛，又带个什么 END， 等于没有，这样不就好了？这样的话再执行一次。 然后呢， 98765，哎，5679，哎，这样没错哦。所以程式呢，只有短短的3行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再确认一下啦，其实你或者按用那个什么呢，这个考试给我们的题， 32283 ，Enter 一下， 38213， 没错 ，OK 哈、哦。那这样的话，程式就写完了。写完的话呢，这样你。 如果呢，将来考试哦，真的出到这一题的话，那这样子哦，20分 ，OK， 哎。
还蛮划算的吧，哦，如果真的出到这一题的话，真的哦，一定要先把它完成。不过大家运气要很好，刚刚好出到第四类的404的话，哦，那真的是还蛮划算的。不过跟各位讲哦，我记得那个参考的答案哦，上面不是用这种写法，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写法哦，哦，好像参考的那个答案它就是用那个除，有没有用那个什么呢？ 百分比，哦，然后10，然后除除10，就是先求余数、尾数，然后再丢一个，然后再去掉尾数，哦，这样的方法啦，那也是可以啊。不过我觉得哈、哦，看起来好像这个方法是简单，而且好理解很多吧。OK， 刚刚有同学会问啊，说那用文字叙述的话哦，相对是比较好理解，可是它缺点啊，如果你将来资料量哦非常资料量哦很大的时候哦，还是用。 数字运算的那个效率会比较好。如果你是用文字抓那个值的位置的话，那会稍微慢一点点。不过因为现在我讲过嘛，因为现在电脑的运算速度太快了，还有 RAM 太大了，所以哈、哦，刚刚讲这个问题啊、哦，似乎是可以略过。我觉得，因为现在以前会特别担心说那个速度部分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、哦，哈。 诶，404部分，所以3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另外当然还有别的解法，我有把它放云端上面啊、哦。然后待会的话呢，哈、哦，诶，406不定数回圈 BMI， 诶 BMI 之前讲过了，其实差不多，只是做一个复习而已啊、哦。那它这个规则差不多了啊、哦，所以请各位也许稍微把它试做看看。不过它这个逻辑是说。 它需要多输入很多资料，也就是说不止一个人的 BMI 哦。那这边的话，请各位先试一下404的部分哦。